的楼层，要刷卡才能进楼。现在因为还挺早的，大概还7:30左右，所以还没有什么人。那带大家来看我最喜欢的位置。这个，因为呢，它靠近窗边，就是有一个无敌风景可以看，这边可以看到 Bay Bridge。然后，通常呢，来公司之后，我呢把笔电放了之后，第一个会做的事情就是去厨房吃早餐，还有喝咖啡。最喜欢来公司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公司的厨房，有很多饮料，然后牛奶呀、优格、切丝。接下来就是有很多的小零食，有很多各种麦片、坚果，然后公司很有名的蜂蜜饼，听说很好吃，但是我不喜欢糖果，所以就没有吃了。有咖啡的巧克力、饼干、花生酱，然后 chips 啊，这很好吃。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吃它，然后还有一些垃圾 chips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 protein bars。这下面这一层呢就是 oats， 还有一些也是 nuts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每天会有阿姨或者是叔叔帮我们泡咖啡，这些碗就都可以使用。这就是整个厨房啊。我最喜欢的早餐就是是我最爱的早餐，配上 string cheese， 无敌。